刺，刺，好，包在我身上，好好。娱乐新世界，大家好，我就是壁虎彪雪囊啊，今天又有新的任务咯，今天就来到苗栗县竹南镇找一种叫做欧亮的鱼啊。听说这种鱼吧呢是就有就赞就好吃，是清蒸的上选哦。为了达成今天的任务呢，今天我们就往竹南出发，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go。我今天娱乐新世界要带大家来到苗栗县竹南镇，体验苗栗竹南地区活力十足的渔乡风情哦。今天呢，壁虎来到苗栗县竹南镇，就是要找一种叫做欧尿的鱼啊。但是要从哪里找起呢？人讲天顶好水但雷公，溪中无水鱼乱撞，壁虎找鱼找拢无，就亲像路边的鸟啊乱乱撞。听讲这附近呢有一间这龙凤宫嘉陵城，现在可以拜拜，无得讲欧尿会熊熊走出来哦。哦，好大一尊的妈祖婆啊！我在马来西亚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尊的妈祖婆。今天呢，来到这个妈祖庙呢，一定要跟妈祖婆啊清洗化脉，化脉当保庇我找到那只乌鸟无，进来去，进来去。这座位于竹南镇龙凤里的妈祖庙，创建于道光十六年，是当地渔民的信仰中心。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主公庙后方有一座台湾最高大的妈祖神像，整座神像高达45公尺。是竹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哦。刚刚参拜了妈祖婆之后呢，我现在浑身是劲，我有一种预感，今天我一定可以找到欧尿的线索。这里人很多，进来给你问看麦。阿伯，拍摄吼，跟你借问的哦，你敢知影这附近都有欧尿啊？我唔知啦。你唔知啦哦？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知道这里附近有一种叫做欧尿吗？不知道。哎，阿伯，拍摄，跟你借问一下吼，你敢知影这附近都有欧尿啊？欧鸟，你在问因在地人啊？问这在地人哦。欧鸟没有啊，没有听过。你有拍摄照问的哦？家附近都有欧鸟哦。欧鸟。诈骗啦！诈骗欧鸟。阿伯，拍摄跟你照问一下哦。你敢知啊？家附近哦，都会有一种欧鸟的鱼啊。啊，若要爱欧鸟，就是爱等龙凤岗所出名的吼，伊啊，打什么鱼啊都有。什么鱼啊都有？嘿，大妈岛、龙凤岗、大妈岛后面迄条路去就是龙凤岗。龙凤渔港找到了。请跟着我的脚步，马上出发 ，Go！ 这个竹南镇龙凤里的龙凤渔港位于西滨公路旁，原本是一个小渔港，以小型渔船、三板渔船和海钓船为主，近年来已转型成观光渔港，成为民众假日休闲的好去处哦。哇，这里真的好多鱼哦，每一栏的鱼种都不一样哎，哎。搞不好有欧鸟的下落，现在可以门框嘛？哎，啊，这位大哥，哎，这里这么多鱼，请问有没有欧鸟这种鱼啊？有啊，我知道这种鱼啊。在哪里？在哪里？现在鱼货这么多，哎，可能一时之间要找，可能找不大到，哎。啊，那怎么办？啊，等下这边有一个新鲜鱼货的拍卖，我们一篮一篮的拍卖。嘿，还是等下这样子，我再帮你找看看好了。哦，这样哦。好，谢谢。啊，大哥，我问你一下吼，啊，头先个鱼啊吼，拢安尼做，我看目睭会头光光，啊，到底是有啥物鱼啊？哦，阮遮鱼啊，足济啊，有气甲、海螺啊、臭豆啊、螃蟹，还有一些北秋。哎，那大哥，你们这个渔获多少以来啊？我们这渔获都是由外海的三个定制渔网而来的。那除了定制渔网，还有其他的吗？有啊，我们这其他渔获就是由近海的这些渔船啊捕捞过来的。那大哥，他们那鱼运进来之后要怎么分类、怎么卖啊？我们这边拍卖啊，是由船家进行来挑鱼的动作，嘿，对，然后再以承销人员来以称重，而且是以篮为单位，以篮为单位，对，而且是我们这边是卖公斤的，卖公斤的，所以这边所有这边的价钱都非常的便宜。没事啊，快点拿出去啊，没事啊。接近下午1:30的时候，现场就会开始清场喽。只有领有执照的承销人才可以进场竞标。承销人有的是鱼贩，有的是餐厅业者。
一般民众只能站在栅栏外看热闹，是没有办法参加的。爸爸，爸爸，哪里？哪里？爸爸，爸爸，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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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拍卖的时候，跳手手中会拿着出价单，嘴里念着一斤的底价，由下往上喊，想要得标的人只要出个声音就可以了。除了农历春节假期外，龙凤渔港渔获直销中心几乎是全年无休哦，每天在下午1:30准时登场，而且里面的渔获都是很老啊，新鲜度绝对是可以挂保证的啦。这些来自台湾海峡的洄游性鱼类种类繁多，肉质鲜美细嫩，肯定是餐桌上的佳肴。可是，一般民众不是不能买吗？壁虎，赶快帮观众朋友向阿威亚上诉啦！啊，大哥，刚才里面这么热闹，外面也是很多人在看，他们也是想买鱼，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进来买？我们港边啊，会有一些那个摊贩，你们可以到那边现场去买一些新鲜的鱼货。原来栅栏外这么多的民众是为了要等待购买新鲜的鱼货，民众只要等到拍卖结束来到拍卖场旁就可以购买新鲜的鱼货咯。钓到钓到钓到，既然呢来到龙凤渔港，身为娱乐特派员的我呢，当然要来看看这里的鱼种跟价格了。然后呢，后家你来要买鱼，就当来吃买咯。快点上，快点过来。来买鱼啊，买阿妈。买阿妈的吧，买阿妈的吧。哎，来要什么？先生，请问一下哈，你平时都会来这里买鱼吗？1,100。OK， 来，为什么你都会来这里买鱼？对啊，现在是比较多。哦，比较多。先生，你平时都会来这里买鱼吗？会哦。那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买鱼？这边鱼新鲜。哦，很新鲜哦。新鲜。啊，你今天买了什么鱼？这九斑。啊，九斑哦，这尾就大尾嘞。啊，你买这尾多少？这上了。上。嘿。差不多多少钱？你两个来，你就知介绍。上。哦，720，这还要720。哎，大哥你好。你好。哦，你这鱼哦，拢足水嘞。对，拢很老啊。啊，你看颜色都很漂亮。对啊，都现抓的。啊，你今天心情怎么？普通啦，普通啦。哦，阿玲家拢卖什么鱼呀？有卖那个马家啦、东靖啦。啊，这叫什么鱼？那叫红木莲。红木莲哦，啊，这一斤卖多少呀？一斤卖300。300。哦，阿玲家卖吃就少嘞，这边卖400嘞。啊，那是要，那是我来要看这鱼是有新鲜啊，无新鲜，要哪看？第一要看眼睛。看眼睛。嗯。啊，如果不新鲜的话，它眼睛会怎么样？陷下去。哦，眼睛会陷下去。对。哦。老板娘啊，像现在这样的这个季节哈，什么鱼会比较多？什么鱼比较多哦？因为我们这边普通都是丁字网的鱼，丁字网的鱼它没有类似比较没有季节性，它就是好天气就是竹夹鱼啦，竹夹鱼、青鱼啦、青鱼、马家，对，就是比较普遍的鱼啊啦。普遍的，啊，你家生意上好都是几多种鱼？这里卖的最好的鱼，最好的鱼就是竹夹鱼喽。竹夹鱼，因为竹夹鱼普遍比较便宜。哦，比较便宜。那一斤多少钱呢？一斤40块。一斤40块，好便宜啊！一斤才40块，又现抓的，又现抓的，抓起来又是活的，又是活的。对。那你们有帮忙就是？有帮忙杀。有帮忙杀。嗯。哦，不错啊，老板娘你好，阿萨里哦。啊，老板娘，我看你这么可爱，我今天就一起帮你卖。OK， 好，来长辈一掌，几位红公公啊，吃了脸红不心跳，来买800面500面300，几位300对不？吃了包你头颅会顺气，考试会顺利，赚麻将会成功，乐透就三只，在家找有人教伊，走路捡有钱，红晒免出去困，太太愈变愈温顺，囡仔考试100分，好来，几位吃落去，包这包你赚300对不？300对不？亲切的叫卖声搭配最实在的价格，民众在这里可以买到最新鲜的鱼货，只要挑对时间来这里，新鲜鱼货等着你哦。大哥啊，我今天看了这么多鱼，我的鸥鸟呢？鸥鸟？嘿，今天因为鱼货量比较少啊，所以没看到鸥鸟的踪影啊。啊，我的鸥鸟不见了，怎么办，大哥？没关系，我们这边有些渔民啊有经营海钓，还是我们继续看看他今天有没有收获呢？
哎，捕都捕不到，钓钓得到吗？那可不一定。哎，那我们就去海钓咯。在阿维亚的建议之下，壁虎决定要搭船海钓，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欧妞的踪迹哦。哎，这位大哥，哎，你好，啊，你好，我叫彪吼，哦，彪吼，哦，我是娱乐新世界主持人呐，哦，好，你好，我是要跟你问看卖吼，你敢知影倒位有迄个乌鸟无？知，这种鱼就是石斑，石斑，哎，石斑的这种，无大尾，差不多很大尾，哎，像拖啊很大尾，安尼尔哦，哎，啊，伊拢钓伫倒位啊？伫个石头顶，拢比伫石头顶，哦，一定爱出海才钓。出来钓有哦，欸，啊，咱即马去哪去？哎，欸，未使，即马未使，即马要水要打，要靠打，等一下无水，咱未当转来。安尼哦，哎，欸，今仔日无法度哦。今仔日可能无法度啊。无法度啊，安尼等明仔哦。哎，欸，一定爱明仔载，明仔载涨潮的时阵，我带你出来吹乌鸟。那是你讲的啊，对，你答应我的啊，哎，欸，勾勾手哦，说谎长不高啊。经过了一夜等待，终于等到涨潮可以出海了。林大哥说，因为龙凤渔港外海有放置人工鱼礁，已经形成重要的渔场，因此出海钓鱼成为这里知名的海上休闲活动。希望今天能够钓到欧喵，顺利完成任务。哎，欸，大哥，嘿嘿嘿，大哥，我问你哦，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希望钓到欧喵呢？今天钓到的希望非常大，因为今天的风浪哦是四五尺。四五尺，哎，无啦，我今仔你来钓鱼，你给我报名牌创啥？不是啦，咱这鸿运出海就是有一个中央气象局报道的四五尺，就是它的阵风就是四级到五级，哎，哦，最大就是七级。哦，四到五级，最大就七级。对，那八九十呢？八九十就风浪就很大了，就是风浪就是八到九级，最大就是十级的意思嘛。对。哦，哎，大哥，你这样一边开船一边看电视，这样很危险。那不是看电视，这是 GPS。哦，这 GPS 哦，卫星导航哦。哎，对。目前哦，我们船位就是在这里。哦，等一下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定制渔网。哎，我这个卫星上面哦，我们一般有去标那个定制渔网的范围，因为以免哦晚上航行的时候哦误触他的那个定制渔网。是吗？那有看无？那边吼有一只迄落定制渔网的时阵啊。哎，有诶，有诶，有诶。伊今仔就是算流水出来，伊会去收网。收网哦。家己的鱼也抓上。咱即马就过来看卖啊，因诶电梯网在收网的情况。好，今仔去。啊，林大哥。哎。啊，前面那个就是定制渔网吗？哎，没错。这里附近大概有几件那个定制渔网啊？我们这边总共有三个定制渔网啊。那定制渔网他们的捕捞方式是怎么样的？他是每天哦固定来收一趟，哦，像现在他们就在起网，哎，鱼啊弄在这窟里底，好像一个迷宫一样，鱼哦它跑来跑去，就跑到最后它网袋里面，那整群就在那边。定制网就像个水中迷宫一样，让鱼进得去出不来，只要放置在鱼群洄游经过的地点，就会有不错的渔获哦。大哥，啊，那他现在他们要干嘛？他们要回去了，因为等一下港口里面就没有水了，因为潮汐的关系。哦，他们结束了。对。辛苦了，一路顺风，满载而归，拜拜。看着定制渔网内满满的渔获，相信今天又是个丰收的日子。希望这里的渔民在往后的每一天，天天都能满载而归。大约30分钟的航程，我们终于来到了钓欧妞的钓场喽。这里可是林大哥推荐的钓场哦。想钓欧妞啊，来这里准没错。大哥，哎，我们要开始钓欧妞了。对。哎，要怎么钓？欧妞吼，那就要用正宗一支钓法，就是拿着一支钓竿，然后一门钩子，一门钩子。哎，啊，上面这个铅啊，是水流。水流吼，那头的时阵，咱顶头这条沿吼，都爱用较重的，对，用较重的，活动的鱼啊来吃，较敏感。等下我们钓那个欧鸟的时候，要用什么鱼饵？我们用的是活虾，虾啊活动力吼较好，啊，伫个水底吼，因为迄两蕊目睭嘛金壳壳。哦，两蕊目睭金壳壳，金壳壳，安尼啊。哎，鱼啊看到伊无吃就艰苦啊。首先吼，咱得爱家买溜链钓。个链钓。
啊，你若无染掉吼，这个尾溜吼，敢那一个酱的，嘿，伊滴水滴会糊，会糊，哎，啊，这染掉就较袂糊。尾溜染掉了后吼，咱安尼个伊的卡通体只甲勾起，哦，勾起来滴，卖勾伤心哦，卖勾伤心，勾伤心，这只虾啊就死去啊，哦，勾一点啊，啊，就安尼保持安尼，保持安尼，哎，伊卡个会喵喵的。好，啊，咱虾啊勾好啊吼，嘿，啊，即摆就要甲伊放咧海，放咧海啊，喵喵啊吼，哦，开要开始咯，哎，啊，这咱放吼爱注意，就是讲咱免海，只安尼放的，哦啊。搁啊，袂囥个好，等伊甲底的时阵，咱咧鱼线就会拎起啊，就会拎起啊。哎，啊，就单鱼啊来吃，单鱼来吃。哎哎，对哦哦，有来吃，有来啊，紧较紧咯。无，拄啊买你炖一个，你无看？炖一个。哎，哦哦，有啊，有啊。来来来来来，乌鸟来，乌鸟来，来来来，乌鸟来啊。要食料去啊！要炖狗啊啦，炖狗啊。这就是船长的杰作。林大哥说，欧鸟是石斑类，会躲在礁石细缝中，要钓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壁虎，今天就看你运气好不好，鱼儿上不上钩喽。刚刚失败，哎，到我来，到我来。换了位置，风水就不一样了。欧鸟也会开始等我，来啊！哼！哎，大哥，有啊有啊有啊！哎，哇，哇，好大一条！哦哦鸟哦鸟，黑猫哦鸟鸟来，哎，吼吼吼，老杨钓到了，大哥，不是啦，我钓到哦鸟了，这尾上高竿啊啦，这尾是哦鸟，是不是哦鸟啊？哦，不是不是，这尾不是哦鸟，啊，这尾是啥？这有毒哦，有毒哦，哎，这有毒哦，哎，咱我爱说伊，爱用布来包起，爱用布来包起，那呢？插到足疼，这是死狗公。石拱拱哦，哎，对对对，啊，他跟欧鸟是朋友吗？住厝边啦，啊，住厝边哦，哎，哦，欧鸟甲高追阿姨这时间就个歹啦，个个歹，啊，感情甲无好安尼啦，啊，咱该放嘞，该放嘞，哎，放生哦，啊，收细尾啦，哦，大哥你好爱心哦，这样就对了，啊，放他走，放他走，放他走，哎，啊，拜拜，拜拜啊，啊，再来再来，哎，你要保持个演技，都哭个哭个，可以安尼，哎，对老行，哎，哎，钓到钓到钓到，啊，真正，欧鸟，啊，真正钓到啊，好大，钓尾一定有你看，哦。顺顺啊，收起来得。你说叫哦，有白有波比哦，我左波有波比哦。对对对。哦，哎，比较厉害哦。这不会比较轻哦。哦，啊，力气好大哦，拉不上来耶。啊，你变暖。两个，加点啊，那该吃的。哦呦呦呦呦呦，钓到钓到钓到了。哦，欧鸟，好大一条欧鸟啊，大哥，钓到欧鸟了。对对对，今天目标鱼。好大一条哦！吹掉，吹掉，吹掉！吹掉，吹掉啊！哎呀，你看鱼啊，好叫趁机啊！哎，真机啊嘞！好叫吃机啊！原来欧鸟是长这个模样啊，还真是可爱。它的学名是横纹九次指，有长不大的石斑之称，肉质非常的细嫩，是清蒸煮汤的上选，在海鲜店可是非常抢手的哦。一上岸就会有很多店家来抢购，有时候想吃还吃不到呢。我钓到欧鸟，今天很顺利，妈祖婆有保庇，所以呢，现在我要把它带回去，然后，用最上等的料理把它煮一煮，看尝尝它是什么样的味道。哎，头家你好，嘿，是你好，啊，我今天你钓一尾欧鸟啦，嘿，麻烦姐帮我料理，啊，你要哪料理？安怎好食？安怎料理？是，没问题，你稍等，请坐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哦，头家，那也澎湃啦！啊，我提一杯来变一道。啊，你贵宾，我所以讲今仔爱好啊，甲你款待一下。安尼哦，对，啊，你我歹势啦。哎呀，无要紧啦。哎，啊，恁遮的海产看起来足青嘞，从倒位来的啊？阮遮海产拢为阮台南的凌风渔港，阮遮鱼也足青的，拢逐工咧拍卖，拢现捞啊，无冷冻啊，嘛无反应的。啊，所以讲即马即个季节吼，就是拢海钓。拢注意钓钓咧，啊，紧搞来阮餐厅，啊，新鲜度一定拢 OK。啊，你这是用什么料理煮的？这用清蒸的，清蒸用姜丝、花苞甲籽加腌制。啊，这个石斑就是爱愈原味、愈简单料理方式是上好食。安尼哦，啊，头先你讲的迄是姜丝汤，迄个足简单的啦，都水滚滚的姜丝落落去啊，啊，鱼也落落去啊，刷一个咸酱啊，一挂米酒安尼就好啊。啊，米酒我酒醉嘞。没啦没啦没啦，一挂挂尔，还是吓。啊，你食看卖这鱼也好食无？看起来好好吃的感觉哦。你吃你吃你吃。嗯。好 Q 哦。Q 哈。新鲜。这油哥。个 Q， 个甜，
啊，迄盘是啥？这盘，这盘，阮的镇店之宝。镇店之宝。这阮店的目前销售量上侪白肠米粉汤。白肠米粉汤。对对对。头家，我们初次才初次见面，你是这么了解我？我最爱吃的就是米粉。好，哎。一年四季，既然来，一样来吃，任何一样拢在煮米粉汤。啊。白粥煮是较甜，肉较甜。OK， 嘿，谢谢谢谢，慢来讲慢来讲慢来讲，你麻烦啦，希望后抓你赶快过来，阮连红鱼港钓乌鸟，钓较济咧，卖钓一尾，好，感谢你感谢你。耶、yeah, ！今天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来到这里的龙凤宫，看到全台湾上大尊的妈祖婆，还可以体验渔获的拍卖的过程哦。今天还出海看到了定制渔网的作业情形哦，我还钓到最可爱的乌鸟。龙凤渔港虽然不大，可是它是北台湾最重要的渔港之一，一年四季都有丰富的渔获。哪要吃最好吃的海产，一定要来吃哦！娱乐大玩家，好玩行程报给你知。来到龙凤渔港，你该怎么玩呢？观众朋友可以起个大早，来到龙凤渔港附近的龙凤宫参拜，欣赏台湾最高最大的妈祖神像。接下来可以转换心情，骑着脚踏车漫游在龙凤渔港的自行车道，体验竹风写意的快感。中午时刻可以在龙凤渔港附近的海鲜餐厅品尝用当地新鲜海产制作的美味料理，满足你的口腹之欲。下午1:30请准时就位，来到龙凤渔港观赏渔获拍卖，感受拍卖鱼市的热情与活力。拍卖结束后，想要购买海鲜的观众朋友可以在渔获拍卖场的旁边购买熊青叶渔获，不管是品质还是价钱，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哦。退潮的时候还可以来到龙凤渔港的沙滩，吹着海风享受午后悠闲的美丽时光，活力十足的竹南渔乡之旅等你来体验哦。像这个一个洞，我们把它挖下去就有了啊。哦，是不是？这个有点凹进去，对，有一点凹进去，你跟他挖看看，应该是吧？哇，真的有，不像养的哈、哦，这个就是野生的吧？哎，切生鱼片的话，有一些 paper 吧？那你可以教我吗？可以、啊。现在有点紧张，因为我看过这么多人就是切生鱼片，我自己从来没切过。嗯，骨头就是骨头哈。你们觉得这个老板啊，切鱼厉不厉害？